有個標準啊，係要每一間分行都達到嘅。係啦，咁你點樣做呢？原材料管理，我有自己嘅蔬菜農場。其實想好多品牌喺香港市，因為國內市咧感情一定係香港啊，俾香港嘅消費者更多嘅選擇。相對論星期一晚10:00 J5。